这个是谁嘞？漂亮的妈妈。真棒哎，你好会讲话哦，宝贝。妈妈好漂亮，爸爸还好。哇，你的美感非常的特别呢。哇，擦干净了是吗？很漂亮。这个是谁嘞？漂亮的妈妈。真棒哎，你好会讲话哦，宝贝。妈妈，你超漂亮的。妈妈，你真漂亮。我真漂亮哦。我说你头发。妈妈除了头发漂亮之外，我还有哪里漂亮呢？你全部都漂亮。我全部都很漂亮哦。妈妈，你超漂亮的。妈妈好漂亮，爸爸还好。你要什么？他吃豆腐。我想吃春春。你想吃菜菜哦？对，有米有米。嗯。很浮夸耶！我等，看看。我把他的奶嘴给剪破了，然后他吸了几口，他就不要了。你试试啊，快点，吸吸，要不要？那你把嘴嘴丢掉了，不要吃的 ，OK？OK？、Okay? Okay? 不要啦，你不是不要了吗？这里啊，这里来，过来，这里来嘞，好，自己丢掉。自己丢垃圾桶，丢垃圾桶，不要了，丢掉。好，跟他说拜拜，跟他说拜拜，跟嘴嘴拜拜，拜拜啊，不要吃了，以后不要吃了。好 ，OK， 好，拜拜哈 ，OK。你温柔的说，吃嘴嘴。你温柔的拜托我去帮你拿。拜托妈妈，我可以吃嘴嘴吗？可以。还有嘞，妈妈好漂亮。还有嘞，爸爸好帅。爸爸好帅。还有嘞，妈妈爱你。还有嘞，妈妈好漂亮。讲过了。妈妈身体健康。好，谢谢。起来吧。好。起来，起来。好，起来干嘛？起来被我奶嘴嘴。
那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今天你抢同学球球的事情吗？我不想谈这个问题。我在吃东西，你不要找我电话。我吃完东西再吃，再电话好吗？好。来吧，猴弟弟哟，洗呀洗，水传播。那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今天你抢同学球球的事情吗？我不想谈这个问题。可是是你做错了事情，你为什么不想谈呢？我在吃葡萄的，我在吃东西，你不要找我讲话。好，好，那你慢慢吃吧。我吃完东西再吃，再讲话好吗？好。可以去帮我叫我的老公来亲我吗？爸爸。亲你手上，不亲呀，亲妈妈。刘东不理你，谁不理我？刘东，我的老公不理我。这个电视要休息，你看，再休息一下，下一次再拿到五分钟。分钟到了要关掉，五分钟不要吵，嘘，走。